麻烦同学还是把电灯关了，把门也关了哈，麦克风后来可能唱。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台湾早期的医疗，那不能叫医学，因为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学问哦，它是医疗行为，但是也有帮助人哦，所以这些方法呢，现在你把它看起来，还在执行，还在执行，原因是它有某一个程度哦，还是能够帮忙人呐、啊，哦，你说传统医学呢，虽然你觉得它是不太，讲真的了，不太科学哈、哦，但是还有比它更民俗的医疗，民俗医疗就是你只要去卫生局登记，哦，那你会拔罐、指压、按摩，这个可以。但是你要登记，没有登记出事情，你还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哦。那这种所谓的民俗疗法，它是没有时间的，医疗时间是随时。哎，隔壁阿姆呐吼，伊腰酸背痛，紧来来去个垫垫嘞吼，来去个放筋咯。哇，孙啊，回来，哎呦，你去抓到啦，紧来个阿妈给你放筋。哦，用那个米酒头啊，啊，刮痧有没有？刮一刮有没有比较舒服？有，哦，所以这个都是民俗疗法，当然阿妈还没去登记的。可是你如果是要正式去，哦，那个做行李的，那你当然要哈、哦。那民俗疗法它有没有费用？它的收费是谁？啊，后来啊，这都多谢西里七港，哦，六笑死什么会哈？包个红包500-600，哎呦，天哪，500-600你知道吗？比我们现在老师正式在看病哦，也不过是350，包括挂号、部分负担，还有支付额等等，账面上是好像235左右了哈、哦。那另外因为你有交一些部分负担挂号费啊，到到哎，350哎。当然了，我们在美国看病，他没有给药，开药你要自己去药房买哈。可是医师的诊断费也是350，只是前面写 US dollar， 我们这边写 NT dollar， 差一点点，差上的不一哈。我们这边不注重所谓的智慧财产权，那没办法，这环境就是这样啊，大家只好薄利多销。你如果跟美国啦、英国啦。哦，德国的医生告诉他说：“哦，在台湾哦，每一个医生一天最少要看最少都40-50个以上。你去看看我们那个学校的门诊，40-50个还不一定是平常的 average， 搞不好就是挂到70-80号。老师有看到有限制200号，什么叫200号？”怎么样的一个概念，等于是一个病人超过1分钟嘛，对不对？1分钟、2分钟就结束了哦，给你归铁药哦，给你归啊那个连续处方签哦，连续3个月，你甚至于不用来找医生，自己拿那张处方签就可以到药局哈、哦、领药、哦、特别现在有中国武汉肺炎，那更多人不敢去医院哦，那个是有一定的价码，这就是西医。西方医学它有诊疗时间，固定上下班，朝九晚五、哦、那急诊可以啊，再另外收费，它的收费、哦、有一定的检查费、药费等等、啊、甚至于有急诊的 另外加的、哦、那收费里面遇到要自费的项目、哦、比如说打心脏支架，有抹药的，可以一次大概撑10-20年、哦、啊，那种7万起跳啊，你如果用健保的2万，健保替你付，你就付他的部分负担哦，还有支付额，这样就 OK 了啊。2万的难道撑不了10年吗？也可以啊，只是他没有抹那些血栓防止生成剂哦，我们好的支架上面有那个防止血栓，也就是你打进去以后，那个支架撑开以后，
它上面慢慢释放那个药，让血液不要在一个 foreign body， 对血液来讲，你装进去的东西都叫做异物 foreign body， 所以费用要不一样啊，因为它能够 lasting， 哦，能够持续五年、十年，甚至于二十年，哇、哦，那个高科技哦，当然值那个七万嘛、啊，哦，那当然你要看你的需要哦，比如说你家里面的长辈他才五六十岁，哦，去打心脏支架，那值得用那个一支七万的，啊，像李登辉打了十五六支。啊、当然他家有钱嘛，国家会替他付、哦欸啊、这个就是 depend 依你的需要，但是那个都要费用、哦啊、如果是传统医学呢，就是汉医啦，在中国医药大学他们有中医系中医科、哦、替你针灸，替你开药方、哦、开那些抓药的也有，冬瓜青皮四不辣八丁、哦、这一大包回家煎药，用抓药煎哈、哦，钱下面四点水，那个在台湾话叫做抓，抓药就是用一个瓷器，哎、大概是陶器的，瓷器太高贵了，陶器的东西把药哈、哦，有的有把你包起来，啊，有的没有包就放进去，啵，时间到了把它倒出来，第一泡叫做有陶。头、哦、第一个出来叫油桃药头，那再放水不几分钟，它规定哦，时间到它就浓缩了，再倒出来叫做油渍，油桃跟油渍浪起来，高浓度的跟低浓度的混在一起，然后把它分成八碗，哦，小时候老师吃这种药、哦、那感觉就是苦哦，鼻子压住了、哦、硬吞哦。哦，那现在不是，现在就把这些药做成科学中药，有没有？科学中药有的用包包的，哦，粉粉的啊，有的是用胶囊的。你看胶囊多轻松。那以前老师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还用那个粉的药，哦，西药有了，西药苦啊。小孩子来讲，药都是苦了，不管你跟他讲这个不会苦，那天哪，你骗人！哦，还叫来给他配掉哦。所以要用强势的压的，你搞腿要扒了哟！哇，小孩子一边哭一边哭，还是吃了哈。那时候我们为了怕那个味道苦，我们就用煮米做。你有没有听过？煮米叫糯米，糯米就是你做那个肉粽啊，哦，做米糕哎，用一般比较弹性黏一点的那种糯米叫煮米啊。糯米可以把它哦磨成粉以后，然后变成压成片，那个片就是。很容易溶解，在吞下去的时候，在嘴巴含久一点会溶，可是那张纸很小，就像在包药的纸，你把药包在里面，嗷嗷的哈，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喝水啊，但是会黏，你知道吗？有时候药已经破了，那个煮鼻座还在嘴巴，哦，那个最倒霉哦。所以老师建议说，要那个时候应该是嘴巴先含一点点水，然后那个煮鼻座里面有包苦的药，在哦你的开水或者你要喝的那碗水沾一下。放水盘有点哦润滑，咕噜就吞下去，对不对？那你就不会尝到那个苦哦。然后良药苦口，开玩笑，哎呦，药不一定要苦才是有效，好不好？哦，但是以前概念就这样，就像老师吃那个中药，抓煎出来的哦，那个真的难吃。可是那个年代没有办法，很少有机会去吃到很贵的西药，因为贵的西药很贵。那个时候没有健保，嘿，健保才25年哦。你今年搞不好还没有满25岁的，你健保开始实施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哦。所以你出生以后享受都是这种，哇，又便宜哦，又方便的。全世界连美国的卫生部长都要来我们这边取经，你看看这个实在太好。那我们收的费用当然了，高低哈、哦，那只有我们认了嘛。我们当医疗人员就是，哎，有什么办法？就是被这样子哦规定了，那我们就认了哈、哦。啊，也算是做做功德了哦，啊，因为总是比人家好过嘛。你医疗人员现在变成一个比较高级的公务员，领健保局的费用而已，哦，领健保的费用哦，所以 CDR 给死猪价就是固定的价哦，这种就是现代医学里面的西医，哦，那传统医学呢，
他看的时间，如果以中国医药大学，它是有固定，也是朝九晚五。哦，可是一般呐、啊，药房有那个中药店、中药铺，它铺有点像商店嘛，哈、哦，商铺，并不是，它不能写诊所，它也不能写医院哦，它在卖哦传统的汉药，那个叫汉药铺，或者叫做中药铺啊，或者叫做，当然没写那么土了，就是抓药店哦。可是在市场还是有啊，哦，传统市场你问你阿嬷，哦，你要抓就去给抓药，这有时候妈超筋啊，那我也不知道华语要怎么讲，就是有一种退火的。像老师小时候哈、啊，我家里面老大，我下面有四个兄弟姐妹，那五个人，我妈妈刻意把我们带到隔壁有人出麻疹，出麻啊，你知道，那是台湾麻啊。不是德国麻疹哦，你们女生在国中毕业的时候都已经强迫你们要打 MMR Measles Mumps 还有呢 Rubella， 那就是哦 Mump 身体条不会啦，哦 Measles 就是麻疹，打麻啊个 Rubella 就是德国麻疹啊。为什么要打这个？因为国中毕业有可能嫁人啊，哦，不是每个人都很顺利可以读高中升大学，不见得哦，有的地方真的就是国中毕业就开始要去当女工啊，哦、啊赚钱呐、啊，啊那个时候很容易就碰上心仪的对象啊，就结婚了啊，很早结婚是 OK 啦，只是你如果没有麻疹，特别是德国麻疹的免疫，你生下的小孩子不幸在你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去得到德国麻疹，那个小孩子有三个里面有一个 Q 感。不然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哦，不然就是脑炎，不然就硬哦，氧化硬哦。哎，上次来的那个张牧师哈、哦，那个他也是美国 UCLA 伯克莱大学的神学博士，可是你听到他讲话声音有没有？先天的，从小就是鼻腔的共鸣有问题，啊，以那个年代应该没有好的开刀。那最近老师是有建议他了，来了，回归了。那个把你那个硬腭哈、哦、矫正啊，所以他就很辛苦。一个要当神学博士，他后来是现在是当牧师哈、哦。理论上他讲道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讲起来就有点别扭，可是他很勇敢。别扭是别扭，既然要做神职的工作，你稍微用心一点讲，你还是听得懂哈、哦。啊，他也因为这样已经适应了，从小到大哦，不然的话我们讲。一个专门要讲道的人，那个声音是这样子，那个实在是最大的打击，你知道吗？但是他也承担下来了哦。啊，现在的医学能够把以前治不好的病，你都可以试着把它矫正，叫口腭矫正，就是口腔外科，搞不好这是牙科的事哦，反而不是耳鼻喉科哦，或者两个会配合了。总而言之，现在医学已经走到这样来了，很清楚，你要求的是哪一类的。是要做到 perfect 哦，让他也整形又美容。当然你看不出来，那个张牧师他以前都在长荣大学嘛，哈、哦，通识也教了十多年。那这种又要讲课的，又要当神职人员的，都是靠嘴巴的，偏偏给他最大的羞辱啊，让他发音不全。可是他很耐，很忍耐，然后也做了。他曾经在长老教会里面哦，当到所有全国长老教会里面第三把人物，第一把就是议长哦。长老教会比较特殊，他是一个从英国来到台湾的155年前哦，就从 Maxwell 他讲了马雅各医师还有马介医师，他们都属于长老会系统，所以那个是在155年前就有长老教会的宪法 Constitution。宪法，那台湾就没有宪法对吧？还是对中国，就咱讲我说，那个时候是三五宪章吧，还是怎么样？哦，有一个宪法，哦，因为中华民国在松文的革命成功有成立，所以他们有一个三五宪章啊，那个也是宪法，但是那个宪法是和那个年代中国30多省，然后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台湾。哦，在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台湾是日本国的台湾，
哦，1912年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1989年就已经，1985年就已经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对台湾来讲根本没有适用那个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才对了哈、哦，那个硬把它加上去，那是后来被托管，托管以后占领，这个是阿爸，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懂，以前不懂啊，不敢问。你讲了就变变了，28就拖出去了，白色恐怖那个简直是哈、哦、惨不忍睹。那现在已经懂，懂又有什么用？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嘛，用了至少现在70多年了，那、啊、用了大家觉得哎好用，哦，何况连这个蔡英文政府也开始改变了，以前说台独党纲是民进党的他的一个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党纲哦，以后要照这样走哦，他要建立。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可是这个话现在一个屁都不敢放，你知道吗？他们连讲都不敢讲，甚至于最近还特别请一个那个以前阿扁总统年代的总统府秘书长叫邱毅仁，还用英文在日本的话还是在哪里？我记得在日本，他曾经当驻日的什么什么那个协会的理事长哈，不是驻日代表那种的。他是一个理事会来管理，哎，他居然用英文在那边讲说，现在没有人会拱个去攻台独了，哎，按、啊、你的党纲就是要建立一个哦台湾共和国，那不是独立叫什么？哎，现在没有人敢讲了，连那个邱毅仁哦，他说连阿扁现在在，他也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你宣布独立就是要战争了，所以你就不要讲那句话，大家心知肚明。哦，私底下这样搞，搞到有一天被美国怎么样？被独立，美国现在在逼我们，你看武器一直卖给我们，卖给我们五大项，哇天啊，那武器不得了，是从台湾射直接可以到上海、北京、南京，那个以前不能用，只能防卫哦，现在不是给你防卫武器，是给你防卫兼攻击用的，因为美国已经跟中国撕破脸，特别是川普总统。哇，那个简直是势不两立，因为他们知道说什么孔子学院啊、一带一路都在骗嘛，啊，全世界现在已经好几十个国家站在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哦，这叫什么五眼联盟这些国家，那台湾不是国家，所以放不进去，台湾到现在还是被托管，谁来托？美国，因为有一个台湾 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这个是国际现实，一个国际的。那个我们叫做国际法，所以我们也不能违反它，哦，所以不敢讲这个话，被邱毅仁前天才讲，哦，老师听了很伤心呐，啊，哎，老师本身根本不是你们民进党的，我比你们民进党更民进党，你懂意思？我是过台湾的洞呢，只要拼台湾的就是我的任务，所以老师在30-40年前用所谓的地下电台一直拼到今天都还在拼，不为什么？就是说台湾一定要建国嘛，你没有独立建国你还是被人家欺负，我们虽然以前中华民国那个借壳上市的那个假的国，那个不是讲笑话哦，那个很严肃的问题哦，最近已经美国的国会哦，还有他们现在是副总统那个候选人嘛，这边川普这边的那个他曾经被记者 CNN 还是哪一位硬把他逼讲到最后，他也讲老实话，说啊，台湾现在还在我们美国《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管的一个行政区，哦，所以不可以也不能反攻了，啊。你反攻就是划过重线，所以最近中国的飞机一直在哦台湾的南岛的方面，像绕来绕去。你看，美国昨天又一台驱逐舰又经过台湾海峡。反正他搞什么鬼，美国就马上又一台，啊，那种都不得了，那种驱逐舰是打起来是乒乒乓乓，哦，几乎可以说是，说白一点啊，就是像宾拉登被美国干掉那样，他们导航嘛，巡弋飞弹导航去到你上面才垂直下来，砰，把宾拉登，这个哦，所谓的 ISIS 革命分子打死了，他旁边的厨房还在煮咖啡，你看他的杀伤力不会很大。就把那个他要的头号人物干掉，哦，假设说了，我们现在美国真的有一天要搞习近平，那很简单嘛，就让习近平直接变他就死了，
那旁边的守卫还不知道，哎，老大挑呀，你看，哦，所以这种不能玩了，不能随便玩。那我们挑衅不好，中国挑衅也更不好，所以美国就是用什么，用他强大的武力，一两天就在台湾海峡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什么意思？说这是公海，你谁违反了超越中线，谁就，哦，被绳之以法，有国际法嘛，哦，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了，哦，因为我们在医护与社会学的部分，你对这个不懂也不行，因为有法律的根据，哦，所以老师一定会分享给大家。所以老师在说，我比你民进党更加民进党，我替你们抬轿，替你们去，哦，那个造势大会去演讲去主持都 OK， 但是我就不会加入你们，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腐败了。他们会分赃，你知道吗？大人物啊，哦，只有他的新潮流系可以拿到好处，其他的派别就拿不到，等等等等，我们看得也很讨厌，哦，可是这个要监督，哦，所以到现在，像昨天，昨天晚上老师做节目，晚上，哦，半夜做到两点，一点半了，收工睡觉，时间一看两点了，哦，所以还在干，还在继续给他们监督，哦，那你们很幸运，你们是生而自然毒，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很什么，就是还要去拼啊，被人家撞啊、打啊、抓、喷水啊、哈，警棍这样敲，那些事情我们都干过。哦，老师去把那个蒋介石的铜像要拖，哈，嚯，镇暴警察比我们人数还多，把我们围起来。但是法律规定他一定要举牌四次，我们还不撤退，他就可以抓。啊，他们开始第一次举牌，老师就开始演讲，带着我们前国防部长，哈，带着这些反正知名人士在那边顺便给警察训话，讲历史、讲国际法给他们听，他们也听得懂。后来那些来抓我们的警察局长，哦，私下会跑到老师的医院说：“哎，才是我的员工在站，啊，你有参考资料，我来挂我啊。”哎呀，后来变成我的老病人。哦，你看这个很好玩，你不讲他也没办法，受命令他要来抓。可是他举牌第二次，我们照讲；第三次照讲，等到第四次开始念的时候，我们就谢谢警察波波，再见，哦，我们就撤退，哦，所以全身而退了啊！你要懂得法律有一定啊，在 China 就不是这样，现在有三个，总共有五个，包括李明哲都已经在中国被消失了，然后一年多才出现被认罪，有没有？这就是悲哀的地方。所以美国已经看好台湾一定要跟中国可能会有冲突。那这个中间不能由台湾来点火，你中国可以点火，美国也可以点火，就是台湾一定要当国家，国家就是你不能表示啊，你一定要点点，人家才会救你，哦，这个是现在的情势。那在我们传统医学里面，老师上次有给大家看过用阴阳五行，有没有，哦，那些什么表里，哦，我们叫八纲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来讲那个人体的生病啊。如果民俗，哦，那个都是随便他讲的，超自然的。所以老师上次给你们看的1881，那个非洲的那个民俗疗法，我，哦，怕他舔开肾上腺飙出来，当然他身体就至少那一天他会舒服一点，因为那是类固醇，啊，哦，救命用的，还有一些 epinephrine、哦，那我们西方医学不能这样随便，西方医学一定要照着教科书教你的，照着前辈或者你们现在实证医学有改变，每年都会有新的方法，哦，这个就像上次的小鬼死掉，小鬼那个主动脉剥离啊，你看今天的第一版，那个《自由时报》第一版一大篇，专门报道主动脉剥离，它是有遗传性的。你家里面有人这样的，你的长辈、你的下辈就有比人家高4点多倍，哦，那个是有遗传性哦，所以要小心。啊，这个有分成 Type A、Type B、Type C。Type A 不开刀不行，小鬼就是遇到那个最倒霉的 Type A。A 型的那个一定剥离，它那个我们心脏里面有分成，哦，那个 intima 内层，那中层 media 还有外面的。啊，你这个三层只要血液跑进去就会鼓起来啊，这种小小的鼓，可能是 Type B 的，可能 Type C 的就有膨胀而已，那个就还可以观察吃药。可是已经 Type A 了，可能小鬼他不知道，他已经有一个程度变成一个气球，
在主动脉上，好好的说好好啊，在玩很大，玩得很疯啊，可是玩很疯就有危险，玩很疯的时候他压力大，那个气球嘣，当场就是这样而已哈、哦，这个就是有一天一天的 update 的进步哦，西方医学绝对不会让你搞不懂怎么回事哦，它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那个生理学跟病理学的表现哈、哦，那它的医疗法一定是开药方或者治疗包括手术等等哈、哦，那医疗时间是比较固定，因为你不能让一个医生，当然急诊的时候大家互相轮了嘛，你急诊那天你就不用排门诊，类似这样。哦，让一个人的身体不要偷球，就是被虐凌虐到、哦、超过程度，那个是台湾现在我们面对这三种医学并行，而没有想到民俗疗法跟传统医学、哦、有 70% 哦都有用 ，effective。你不要看他以为说哎这个没有什么那个实证科学的证据怎么样，可是他经验嘛。照这个经验，你只要就像印度的水草规范，它就是遵行惩罚，王者不罚。你遵照祖宗告诉你的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开什么药啊？若死药，王者不罚。哦，因为那个不是你的能力了，这样子反而是一个合理的。那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已经走到西医了。我认为西医无所不能，所以在西医的医院里面生产死掉，那8万个一定会有一个死啊，妈妈一定会流血啊，然后会帮刷血崩啊，像那种东西你要求谁都没办法好不好，你要求连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哦，魏火药哦，他的女儿哦嫁给台大的脑神经外科的洪庆章教授，这两位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教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地位，那台大的院长的女儿嫁给脑神经外科洪庆章教授，哦，本来是一门好事啊，没有想到第一次生产也在台大生哦。台大妇产科主任是谁？魏火药院长的弟弟魏火炎教授，妇产科主任啊，这个金三角这种团队还有不够完整的吗？那已经是 top one 了啊！你台大妇产科生，你会发现说会有什么 trouble 吗？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 trouble， 偏偏真的生下来了，小孩子硬拖出来，因为妈妈 massive bleeding 就是大量出血，连台大哦，什么药都用，还是死在 table。魏火炎教授是这个女生的阿姐，她的叔叔呢，啊爸爸是院长呢，啊你要调动多少医生，要用多少好的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健保，对不对？可是怎么会没有？你看，就是没办法，这种死亡哦，就是咱台语常在讲，生囝吼，生会过满油胖，生未过的四地帮，哦，四地帮你知道就是观察四地，哎，其实也不对了，前面后面还两块，哦，你如果没有六块会掉下来哦。他们没有几何观念，我们就原谅他了哈、哦。所以给你看到台湾现在哦，执行的，现在在实施中的。还有这种不同的医学方法，那你就认了。如果被告了8万分之1，台官抗议，没关系啦，只好怎么样诉诸依法。你也不用伤心了，因为这个都有公道。你只要交给检察官，他就会命令随便找的法医，他不会给你找到高大成。哇、哦，大家都知道他是台中市医师工会前理事长。又是我们学校的法医教授啊，跟老师一起在教法医，找我们去，那当然我们会好像会包庇啊，其实也没办法包庇，真的羊水栓塞就会造成这种 DIC， 那一定会死的嘛，我们报告也是要照实这样写嘛，我总不能乱写对不对啊，这个绝对医生无责啊，你说病人有什么责任，他也没责任啊，他只是倒霉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刚好碰到那个8万分之1或者10万分之1，一定会死的，就像魏火药教授台大院长的女儿一样，很无奈啦，那个女儿后来、哦、硬拖出来，妈妈虽然牺牲了、差不多20年前了、哦、东海大学毕业了，哎呀，现在看起来也应该20再加20，40多岁了、哦、人还很好、哦、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生命有它的不定，
因为这是一个 organic、哦、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讲到这边，今天老师会再给大家看到上次那个张显觉博士他告诉我们的那种台湾早期的医学，那个时候台湾是在这个丛林中间，丛林中间没有今天所谓的汉人，汉人这句话要打叉、哦、就是汉文化的人，强势的汉文化，连满清政府都要服了他，他也要念古文哦，子曰何各言而至这样子，他的公文一半写回文，一半要写华文这样子哦，所以你不要小看，因为汉文化是个强势的，所以汉文化统治的那个所谓的中原、啊、旁边的人都是从南蛮北夷东狄西戎，有没有？以前我们读历史不是有匈奴鲜卑氐羌羯吗、啊、那时候我老师最会背的用那个谐音、啊、匈奴塞卑氐公爷、哦、那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谐音，我就不会忘记啊。那些东西你看，匈奴啊、塞卑、鲜卑、氐羌羯都从呢、欸，对不对？不是人呢、欸，连我们闽南都被人家写一个门字，下面是从闽呢、啊、哦，啊，不是闽南，蛮就是一个野蛮的蛮，下面是从，哇，所以只有中原人才叫人，难道是真的吗？当然也是错啊，现在人类都是混血的结果，好不好？所以台湾的高山见证人类的历史。你看我们住在台湾是全世界最美最好，而且哇那个纬度齁、哦、但是你知道这纬度这么好，我们叫 optimal 最好的一个环境，它不是自然存在的，它在恐龙还有的时代不存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高山哦，不管玉山啊合欢山，这个东西3000多公尺哦，来老师顺便考大家一下，请问玉山主峰几千公尺，你要用米好了，多少公尺了、哦、多少玉山主峰知道的举手一下，我看看有几位同学知道，来你讲一下。3943，差了那么一点点，老师小时候读的是3997，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今天卫星测量，我们那个年代哦，考试要考啊，我就写3997100分了、啊。但是后来已经有现在的那个卫星测量哦，哎，那个骗不了的，标准当然是3951了。哦，啊，这个高度哦，也是东南亚、东北亚最高的。哎，日本富士山都还没有3900哦，可是富士山很漂亮，有没有？它下雪上面白白的，两边都平均哦，哇，对他来讲圣山。占领了台湾的时候，他说哇，台湾这个玉山主峰叫做新高山，是一个新的高山。那个时候的结论就是3997嘛，啊，后来我们才知道3952也不对，3950也不对，3952才对。这个都是一点点都差不了，为什么？因为有那个卫星测量，哦啊，91大地震的时候有稍微啦，稍微哦，在地震中间会造山运动，哎，升高了，听说2公分还多少，哦啊 ，OK 啦，这个没有影响什么。以前3997的时候，那国民党政府就在上面建了一个余右任铜像，超过3公尺。这样子人家问说台湾的高山有多少，他说4000公尺、哦、这种人造的不能算，好不好？后来被人家很生气说你这样子伪造台湾的高度、哦、就把余右任铜像、哦、把那个头砍掉丢到后面，就是瘦秀姑峦溪了。然后呢后来一看，哎呦这个很难看、啊、政府就啊算了算了，龟尊啊龟身要上了，又是掉到秀姑峦溪、哦啊，让它恢复真正的3952。OK， 那这个造山运动是这样来的。你看这么漂亮的山，每一个山都代表一次的地震，每次的地震就造一个山，不一定一个来，有时候10个，有时候100个，有时候1000个，我们不知道。至少给你看到说台湾的造山运动有4次，第一次在海平面之下，
位置在今天的南岛。南岛是指哪里？你的概念要知道，就是印尼那个方向。哦，那个时候世界的各国的位置还不像现在，因为大地震嘛。哎，什么时候？6500万年前，6500万年前，台湾在第一次造山运动，就是大地震。那个时候不是921那种7.3级哦，那叫扑呆完叮当惊，那么严重的一个砰砰砰砰哦，让欧亚板块，就是这个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啊，菲律宾海板块就是岩浆嘛，我们地球下面都岩浆，对，造山运动就是把岩浆出口，让它喷，那压力就减少，可是喷出来就变成这个叫大理石哦，你看那个大理石结构不是沙。不是那个欧亚陆板块那个沙，哦，这个沙有 一大部分是长江黄河的沙，哦，在这个地壳这样流到这边卡住，卡在这个大理石，所以花莲的大理石哇，之棒啊！你知道学校的墙壁有很多哈，地上那个都是用大理石贴的，那种材料是好，就是因为喷出来岩浆嘛。第二次造山运动在3500万年前，第二次从南岛。跑到南回归线左右，南回归线哦，我们现在台湾是越过北回归线哦，那个是3500万年前。当我讲那个，连最早这一次恐龙已经绝迹，所以台湾的地质下面挖出来绝对没有恐龙，有鱼，哦，有贝壳，因为它是在海底的嘛，啊，造山运动那个一个岩浆喷出来就把它凝固在里面了哈、哦，那这些呢，在玉山、合欢山你都可以看得到。里面都有那个，哦，连沙土的这个里面也都会有哦，有那些哦化石。那3500万年前再把它挤压，释放能量让它凸得更高。哎，有一部分快要海平面了，可能涨潮退潮的时候看到了，涨潮又在海平面之下。哦，第三次越过赤道，赤道在这边，就是大地震又把它推。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挤压，哎，中间有秀姑峦溪的水，哦，你们去秀姑峦溪泛溪啊，那个就是把太平洋那个水哈、哦、卡在中间了哈、哦。那这个上面当然已经有以后的玉山呐、啊、中央山脉的形成在这边慢慢，那这边很硬哦，所以花莲能够出大理石很漂亮。最后那个是600万年前。哦，已经越过赤道了，赤道大概这个方向，它的位置大约了就是北回归线，哦，就是北纬23.5度。最后200万年前又在大地震造山运动把台湾啪推到现在，现在这个位置是哪里？北纬21跟25之间，北纬25度纬度比较高，玉山可以下雪，你们有没有去玉山、合欢山看过雪？没有的话，哇，今年太败了，这个暖冬哦看不到。老师在高中的时候，我还带着登山杖，穿着雨衣哦，穿着雨靴。过年大家围炉，对不对？除夕最没有人，我是坐最后一班车去到翠峰，你知道吗？我到了翠峰，大年初除夕夜哦，已经开始飘雪了，开始飘雪。哦，到了合欢山，哇，那个都是白茫茫的晚上哦，哦，那结果我们还才下来，在旁边找到埔里的旅社去住一晚，哦，隔天再来看白天的那个白雪皑皑，哦，高水，嘿，捌看过雪公囡啊哦，高中的时候哦，反正那时候联考已经考完了哦，啊，就等放榜嘛，最有时间就去玩哦，啊，那个叫做寒带，啊，下面有温带。再下来有亚热带，最后平地地方居然有热带，哼！现在台北、花莲在下雨，你们知道吗？花莲、宜兰现在滂沱大雨，台中，吼，一头赤炎炎，热的要命。你看台湾就是这样的，四种林相都有，就是因为有压挤压这个高山，让你在一个很好的纬度里面，又有一个很好的高度，能够形成四种林相。台湾有恒春，一年四季恒是春天，也有恒是冰天雪地的高山，这个在全世界找不到了，
这就是台湾厉害的地方。那在这个上面的人有哪些人？你们历史都读过哦，这些人他在造山运动，这个是给你知道那个地壳的切片，菲律宾海板块这样挤上来哦，在这个下面啊，跟欧亚陆板块哦啊，这边是另外一个角度，欧亚陆板块从上面这样压过来啊，这边是菲律宾海板块这样顶上去哦。那你再看哦，中央山脉在这边的台湾有没有？其实旁边哦，陆地，台湾海峡是陆地呢。你讲那笑的嘞，你去看嘛样嘞？台湾海峡可以只有50公尺，你知道吗？所以航空母舰不能通过某一些地方，靠近海边不行哦，只有在海中线才可以，不然会卡住。哦，在大部分那种大船要走那个花莲那边。好，老师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陆地跑出来？就是冰河时期。在冰河时期，世界有四大冰河：古萨、明德、里斯、欧姆。最后一次的欧姆，离今天大约10万年。也就是让你知道这个10万年中间很冷很冷，多冷，零下20度到200度中间啊，这种冷的话就是南北极都结冰嘛，海水就被抽干。所以你看这边有海水没有啊，从南岛这样散步来台湾，你只要走快一点，走1年2年就可以了。因为我讲这个用10万年来做标准，一两年算什么 small potato， 你走到这边来你就可以上岸，也可以走这边，也可以走菲律宾这边巴丹岛，那是吕宋岛，这边是菲律宾，你从这边也可以这样走上来。Anyway， 在那个时候反而没有人可以走，为什么？死光光。冰河时期，你想看，任何大型的动物、植物都死了。当然了，蛤蟆没死，你知道，蛤蟆的生命到现在大概有几年？猜猜看，阿强居然是3-4亿年呢，比恐龙还久呢，因为他就是吃恐龙的肉啊、骨啊来分解的那种哦，越脏的地方、越隐秘的地方，它不会被冷死。你看，那恐龙不行啊，没有自己本身太冷，它不能活动，冰掉死掉，所以有恐龙的遗迹。还有，我万一造山运动。地震也把恐龙埋了，所以恐龙有很多很完整的骨骸。那恐龙太大型，只要遇到冰河不是一天形成的，你不要听老师这样讲说，那个古萨、明德、里斯、欧姆，一天就200万年前就来一个古萨，不是啦， gradually 它也会，哇，树木不长了啦，像今年你看，今天已经宣布台湾禁水，没有到禁了，限水，不能耕种哦，因为你现在播种下去没有水让你浇灌，那你的播种等于零。所以我们今年暖冬，又不下雨，又没有台风，没有台风下这种小雨没有用，你下在宜兰也没有用，你要下在水库嘛，不管是台北的那个大的水库那台中也有石冈水库啊，曾文溪最大的一个水库啊，台北那个石门水库，你如果没有够雨量让它够高的水位，那台北也会缺水啊。所以我们已经算出来，今年不要种植那些需要水的水稻，你要种那个干的，比如说麦类啦，或者什么其他都有啦，那个都会农委会会管这个啦，让你知道说，你看一个天气只是干旱而已，我们就会这么惨，可是这个绝对不会很久，因为台湾就是靠台风生存下来的，等一下你看就知道哦。那在那个亘古以来，有人那时候应该还不是人，动物而已，动物可以这样移民，因为那时候人都死光了，好不好？10万年以内的人都死光了，包括山顶洞人、北京猿人、欧洲的尼安德塔人哦。我简单的用几个代表性人物让你知道，历史上跟你讲的那个什么黑陶文化、彩陶文化，那个都死掉了啊，变了去的博物业啊，变成遗骸嘛，所以他们可以挖出来山顶洞人，他样子像猿人的样子等等等等，现代人从哪里来？不是说死光了吗？不会吧，赤道的地方，太阳直晒的地方，
再怎么冷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冷冷而已，知道吗？它不会变成南北极的结冰哦，不是冰原哦 glacier 那种冰原是都是零下40度到200度中间的。老师曾经去加拿大专门去看那个冰原哦，我穿大衣哦，车子用带那个钢线的刺刺的那个轮子，跟爬到那边让你去摸摸看那个冰，就是冰而已，没什么。可是他告诉你，这个是几十万年留下来的东西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大自然你没有真的去走过，你还不懂。哇塞，原来这么样子 surprising 哦。那这种地形的形成，让你知道说，人类语言可以从这个地方走到台湾。哦，因为刚才老师不是讲有路桥了吗？他们就散步过来。我讲的是一句话，这一条线是林玛丽教授，台大病理学系的教授，现在在马偕医院，已经80多岁了，退休，在马偕医院当血液库的那个顾问。林玛丽教授，他所研究的人类学，上次老师有一张给你们看那个什么什么 DNA 的事情。下面就有原住民的分类，那个就是林玛丽教授，他用我们的血液去把它排出来。哦，那这些人曾经这样子，从这个印尼的地方这样散步来，这个叫南岛的人哦，散步来台湾。当然有一小小部分跑到日本、韩国，但是他们不喜欢去，因为祖先会告诉他：“莫来，嚯，足冷哎！”哎，日本现在是大概5度、4度左右，很湿湿气哦。台湾刚才是33度。所以我们的公共卫生很混乱，很脏嘛，因为细菌啊、病菌都喜欢热啊。那日本冷啊，冷的话这种传染病就少哦。所以而日本如果到了真正冬天下雪，东京也在下雨，平地都是雪，京都也是雪，那种地方你喜欢住吗？以前的原住民不是像现在我们可以建那个很好的房子，可以防止那个外面的温度，里面有暖气，以前哪有这样。所以祖先也很聪明哦，莫来，我去到韩国，去到北韩，那冻在那个地方，那个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啊！吼，我们人很自私啊，所以最聪明的原住民祖先就来到台湾，只有一小部分跑到日本跟韩国去哈。你看他们喜欢走陆路，我不喜欢走这个，不喜欢走海路了，不喜欢走陆路，因为陆路贫瘠呀，啊，海路。海的路线有什么好处？有鱼啊，有虾啊，哦，你每天哎，那散步那行街咯，哎，海边就可以用鱼标戳鱼，哦，就可以有足够的蛋白质，而且带什么在走，你知道吗？带蚵啊，蚵啊是鱼头，不是我咧讲那 oyster 那款蚵啊，不是哦哈，不是那个海鲜的蚵啊，我讲是那个 starch， 所以你我的祖先就是老蚵啊。啊，这句话跟我们最近台湾的近代移民的蒋介石带那些20岁左右的阿兵哥哈、哦，被抓兵了哈、哦，来到台湾啊，回不去了。那时候哇，反共抗俄那很严重的事，你跟他们写信被抓到就，就有时候还会被判到死刑哦。所以他很害怕，那个是很强的那种政治的氛围哈、哦。但是那些人后来长大了，现在大概都80、90岁了。20岁加上71年，就是90左右嘛。很多老欧都找老师看病啊，我们都他也说他也自己会称他叫老欧啊。可是老师马上要跟他更正，错了，我们台湾人这是老欧啊，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从南岛的时候用鱼头带着我们这样有那个碳水化合物，我们叫淀粉来到台湾，然后配合海边的鱼蛋白质的来源啊，山里面也有山羌啦、啊，有龙啊啦什么。哦，白鼻心啦、啊、喇利啦、啊、穿山甲叭叭叭之类的，哎呦，果树也有果树啊，你稻米台湾多好，你只要把吃完的稻哦，没有被你那个打把皮打掉了，随便外面撒一撒，反正一年南部、中南部有3收，哦啊，中北部有2收，哎，台湾如果有雨水够的话，那个自给自足啊，不但还可以卖给别的国家，所以他们都是以农立国哦。啊，那种丰富的资源让来到台湾人不想走，看我嘛，要住家的好啊。又有下雪的高山，又有恒春，恒是春天的
那个海边哈、哦，当然抓鱼是生活了，游泳那玩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黎玛丽教授这张图叫做经典之作，用他一生哦，到现在已经80多岁了做出来。台湾现在有这么多的原住民跟平埔族，原住民有这么多，以前都到九族文化村了哈、哦。现在你被人家拷问，你不能说只有九族，嘿，现在原住民总共几族？来，同学举个手，看看知道台湾原住民总共几族？现在哦，老师这个已经几十年前了，好不好？现在几族？16。对，那你跟那个高雄市长一样厉害，高雄市长被人家电，哦，议员就问他，你刚才台湾原住民几族？棒啊，老师这个学弟慢我16年。哦，陈其迈是我们这边毕业，慢老师16年的，这个学弟当了现在高雄市长，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而且连16族的名称都要念给你听。老师以前最多只是到了第10族，补充到赛德克族，因为刚好有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有看过的请举手，我要确定一下。哦，有哦，没救了，你没有看，你要赶快买那个 DVD， 大家借着看。哎，那个是给你知道日本已经统治台湾20多年了，他还对原住民这样子不客气，然后原住民反扑，然后产生这赛德克巴莱的故事里面，哦，杀掉那个雾峰农校里面所有的日本人跟两个穿和服的台湾人，那两人算倒霉，因为运动会，哦，他要穿正式服装，哦，他跟日本比较友好的那些亲戚朋友也会穿和服，结果那个莫纳鲁道这个酋长只要看到是穿和服的都叫日本人，他分不出来哪个是台湾人，结果那两个也陪葬，全杀，全杀的结果怎么样？日本反扑，他已经统治台湾20-30年了，怎么不懂要怎么搞？他用那个化学战投掷那个枯叶剂，让那个树叶全部干掉，你原住民躲在哪里？马上露出来，用了好几年才把莫纳鲁道，他也没打到他，他后来自杀，用他的步枪靠着他的喉头，砰，找到他的尸体已经都烂掉了，那很久了，所以很彪悍的。那莫纳鲁道这个酋长，在他们最后要跟日本人战争的时候，他们的人哦，女生，他太太们或者哈、哦、女生们跟他们的孩子们都自杀，怎么自杀？吊树，哦，有一棵嘴大的那个应该是榕树啊，哦，然后吊的啊，自己莫纳鲁道的太太跟孩子是站在他面前，眼睛用黑布蒙着，然后莫纳鲁道自己开枪，砰砰，把他跟太太孩子杀掉。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女生跟孩子说，我们交给男人粮食，要跟这个人拼，那种精神，哇塞，受不了。那我们在这边再分享你们的粮食，你们就没有足够粮食跟日本人干。哇，那个叫做可歌可泣的史诗的这个电影哦。所以魏德胜他这个拍完了以后，后来海角七号是不是？海角七号可能更多人去看哦。哇，那从头让你又笑又流眼泪，你看真的太厉害。他现在在筹组一个台湾3部曲。哦，把台湾3个阶段，像老师告诉你们的，从原住民到那个大明大清帝国，这个中间又有荷兰的占领，哦，又有西班牙跟法国在北部的占领，又有1895年日本占领，哇，这个都分成3个阶段，很棒。他现在在募款，才募到1亿，可能要大概10亿以上吧，哦，不然的话要拍这个3个大巨作，那应该会有这些大人物会帮忙他了，让你知道说老师那个时候只有写到赛德克族 no， 下面还有一个族是在这个地方叫做邵族，邵族他是在日月潭，所以我们又叫水沙连族，最刷连，这个族要把它抓过来，就11，然后又另外还有好几个，哦，那个名称连老师都很不好背，我要看着念，你说，因为是哒哒咕噜哒哒，都是原住民的音啊，哇，你快去记哦！啊，我们最多只是考试会考到这个9族嘛，在以前你们历史是这样考。那现在平埔族呢，
兵部署不在我们的台湾的十六组哦，当然有一个哨被他抓过去了。其实哨组哈、哦、在这边，应该他是属于平埔，因为住在平平的草埔嘛。日月潭怎么是高山？不像啊，日月潭还是比较低的嘛，所以那个水哈、哦、才会让它形成湖。哦，所以原住民最出名就是台北这个地方，台北盆地。哦，它有巴塞、托洛亚、古伦四个族群。啊，宜兰地方有哥玛兰、噶巴兰。哦，那大肚、清水，哦，这个中间有帕布拉，在台中丰原那个地方有八仔族 Budget， 哦，在大肚，哦，有帕布拉啊，那个彰化有猫屋处，嘉义、洪雅、台南西来雅、高雄马卡道，哦，屏东高高，啊，这个高高不是猴子啦，那个音哦是高高，啊，这些音都会被日本来统治的时候把它 modify， 所以高雄。有一个地区叫塔卡奥，塔卡奥哦啊，日本人说那塔卡奥啊，其实是搭告那个音呐吼，搭告哎呦怕告拍听啦，改做日本译名塔卡奥歌谣，塔卡最关雄马萨奥哦吼歌谣，哎，这名称好像比较雅啦吼啊，这个很多都是这样，我们在台湾用的词语里面有太多的族群的融合，哦，那这些族群都活在你我的身边。而我们平埔族里面，我们的基因哦，同学每个人的基因哦，85% 都有平埔的基因，然后在另外 15% 才是原住民跟南岛过来的哦那些族群的基因，哦，这个是现代人的基因，让你知道。那这些人他们有这么多文化，哦，像长平文化就是最早来到哪里？就刚才你们看的那个阿妹的故乡，哎，你看这个地方，台东。台东这个地方就是卑南族，台东卑南族的名字叫 Puma， 你有没有听过火车的名称普悠玛？有没有？哦，那个很快的快速列车，仅次于高铁，就是卑南的音。好，纪念 Puma。好，那阿妹的故乡，4-5万年前就有人来，哦，从南岛上散步，可能那时候已经划船了，因为那个。散步不多了，因为那个太早，10万年前的故事。那到了后来4-5万年前的时候，海水已经又回来了。但是他们也因为有航海工具嘛，不管独木舟还是什么样的风帆，我们不懂。但是至少来到长滨，在台东的长滨文化，石棺石府被台大地质学系跟考古人类学系两个学系的教授拿去做碳十四同位素的鉴定，才知道，哇塞，原来4-5万年前。就有人来到那里，哦，他们的埋葬文化，你要知道人类什么东西最慎重，就是殡葬文化，因为人不懂你怎么来啊，将来去哪里，所以要埋一个好的风水，从原住民以来都是这样哦，哦，所以你不相信，你看家里面如果有长辈去世，他们一定不会很随便的哦，哎呀随便啦，后面后山现在找一个坑道落下就好，哦，很慎重，要看地理风水啊，家里面的人有没有犯冲，有没有怎么样？当然，这个老师还是认为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是，如果不相信这一套的美国人、英国人，那么他们就该死了。他们不但不该死，他们的文化还比我们进步，好不好？他们还火箭都已经升空，甚至于可以到月球了，哦，可以到金星、水星去探险。那我们现在靠连发射也从美国买一些，那个导航的，才能够打到北京、上海而已，跟人家比太差了。所以这种东西讲白一点，有时候我还认为是迷信而已。像美国，你看他们坟墓，阿兵哥战死都是埋在那地下，一个，有没有？看起来很漂亮的坟墓公园呐，让你不会有恐惧啊。哦，并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看风水，哦，风水要怎么样？左青龙，右白虎，后面要靠山啊。大家都把山林都好的位置都占光了，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难道就没有风水他就不应该活吗？哦，当然是有钱人的自私啊，也是人的自私。可是不管如何，这个殡葬文化让他留下了记录。阿妹的故乡，你就可以找出来，4万年前已经有人来到。那后来呢？当然要想来站上去，他只会让你来。你别族啊，不同种族你来就杀，啊，他当然爬不上去嘛，只好绕着花莲这边。哇，这边都是那个很翘的沿岸哦，岩石的岸爬不上去，只好走到这边山迭戈，山雕角，山雕干，山迭戈就是
曾经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的话里面有没有 ？Cómo está? Bien, gracias。哦，那个西班牙语，哦 ，San Diego 就是，哦，那美国有个地方叫San Diego 嘛，哈、哦，洛杉矶旁边那个，那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地方船可以进来啊，基隆河这样进来，哦，那另外这边淡水河可以进来，就是马偕医师，哦，上个礼拜那个张牧师跟你们讲的那个，哦，马偕从淡水河这样进来，哇，上帝给我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留下来成为今天马偕医院的前身等等、哦、那基隆河这边也是很好进来的哦。San Diego 这个地方也是以前法国跟那个西班牙占领，法语又很特殊、哦、最难念 Bonjour, comme de la vous, c'est pas français, on peut 不太一样。那西班牙文比较好听呢、哦、就是 uno, dos, cinco, tres, seis, siete, mucho, bueno、哦、就是念起来很有韵律，你知道吗？啊，西班牙人就是浪漫，很可爱哇！他们的总统得这个 coronavirus， 他都不怕，他说我才不会得嘞哇！结果他也得到了啊，得到了，哎，又没有死掉哈、哦！哇，他们的那个足球真的全世界大概都数一数二的哈、哦！可是这些很出名的也都会得 coronavirus， 不是不会啊、哦，连美国总统哦，川普都不可能豁免了。哎，现在是拜登的副总统那个女的、啊。大法官那个还是不是啊？不是，他那个女的，他的周边的人都得到。那拜登旁边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到底会不会得到？这两天在看新闻，如果得到，糟了，糟了，因为剩下18天了，隔离14天，那你不用选了哈、哦。哎呦，很多、哦、这个政治的东西哈、哦，每天都在变化。哦，但是不管了、啊，那你知道说，只好走这边上不来就走到哪里，从这边进来，叫大笨坑文化。哦，台北。有一个山特别高，它对面就是十三行文化。你们到台北可能有人会去参观那个十三行文化，就是铁器文化，那个才1000年左右，800到1000。可是十三文化也是8000到15000左右，哦，那后来比较慢来的啊。其他太多，像我们台中，你只要挖到那个 Tiger City 老虎城旁边有一个遗址叫惠来妹妹，惠来遗址啊，你看那个图画都在啊。挖出来石棺石斧也是鉴定了3500年，3500年什么概念？比中国的孔丘仲尼三国时代都要久。孔丘仲尼是2900年左右，孔子啊，哦，2900年的故事哦，他连3000都越不会。台湾的台中的惠来遗址就3500了，那西万那个地方又多了大概4000，啊，这是有挖嘛？因为建造房子挖得很深才挖出来。如果没挖，就永远在文化城的下面，所以太丰富了。台湾这个，刚才我刚刚念这么多哈，那个老师都很清楚啊，只是多出来原住民下面多了那个5个族，哦，我真的到现在打死我都背不起来，但我会认真背。有一天我还是像那个陈其迈这个学弟这样备考，我还是会讲出来。哦，但至少我知道这些事情，哦，都是在台湾很好的一块肥沃的土地，大家。占领不同的地方不能随便越过会被出草，懂不懂意思？哦，以前要成年人你必须要到隔壁的那一族去杀一个人，砍他的人头回来见证你成为成年人，其实很残忍呢。见证你成年人何必一定要杀别人，对不对啊？别人然后不会再杀你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好。当然日本那时候很厉害，他进来的教育用日本明治维新是早我们150年，从欧洲直接把那文化拿来移植到日本，所以日本比我们早太早、哦、来得到那个、哦、比较普世文明、啊、不会像以前那样、哦、大家都靠打杀的。所以你看有这么多文化，这个你们知道就好了、哦、什么长滨文化啦、大笨坑文化啦、牛码头文化、牛雕子、牛雕啊文化、圆山文化吧、哦、这个是历史系考古学系的他们要读的。那这些人，李玛丽教授又画出这张图，你看看，你就是在这里。我们大概都是闽南跟客家的这条线，哦，这个叫生命树、发生树，就是 family tree， 哦，闽南客家类似。然后泰国、新加坡的华人这边，苗族跟我们也很近哦。南方的汉人哈、哦，布依、越南、泰国跟我们也其次的近，哦，比较远一点是蒙古哎，哦。蒙藏、北方汉人，还有回族、满族、哦、
啊，内蒙古蒙古人，哦，韩国人跟日本人跟我们不同族，他是北支，哪一个南支？南支就是我们在太阳直晒的肯亚，不会死掉，因为他可以躲在树洞还是地下的洞，冰河人家在冰河，他那边还没有结冰啊，只是冷。那个族还留下来，叫做露西阿嬷。露西阿嬷这个族群成为今天哦，现代人这一两百年的祖先。哦，露西阿嬷这个族群，它总是会生长嘛。冰河退了以后，十万年最后一次的十万年，哎，开始就蔓延。哦，他们繁衍了，不要叫蔓延，繁衍。那走南支的就经过马达加斯加、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山岛以外台湾。啊，北支呢，就是走过欧洲，哦，欧洲比较北方，纬度高，所以鼻子要尖，因为冷气进到里面还旋转一下，才不会直接干掉那闹哦。啊，他们的眼睛柔柔，因为纬度高，不必像我们黑眼珠或者是棕色的，我们要防止紫外线。他们比较蓝蓝的，有没有浅色？他皮肤比较白。然后欧洲人再上去就是爱斯基摩人哦，那个已经到了那个北极圈，哦，那个是北支，然后那一群人又越过白令海到北美，就是加拿大、美国叫北美，哦，那个叫印第安人，哦，印第安人也是跟爱斯基摩人一样，跟我们很像哎，哦，可是后来跑到中南美洲的那些那个叫玛雅族，又跑到南美洲，拢四个族群，四大族群哈，哦，这个太深了，我们不讲。只是让你知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样的祖先，走不同的路。而北支哦，走到后来进入中国的东北，跑到韩国跟日本，离我们太远。你看，韩国、日本跟我们不同支哎，你不要看日本脸跟我们很像哦，你跟他抽 DNA， 他就是北支的后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人跟他通婚了，像那个郑成功，他的爸爸郑生。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那叫娶我才不相信。海贼国，他打到日本就随便抓一个漂亮女生当他太太，生下郑成功嘛，哈，哦。所以那个也是哦，他有那种日本的血统。那还有二轮村人，还有布农、泰雅跟阿美族。阿美族离我们太远了，哇，这个阿美族哈，哦，他皮肤又白，眼睛，哎，你们看那个花莲真正的原住民阿美族，他的那个眼睫毛是翘起来的，知道吗？老师医院里面有一个阿美族的小姐来上班，啊，那个护士小姐哦，我们都跟她玩，说来来来，拿一个火柴棒啊，在她的眼睫毛上面哦，哦，把睫毛，睫毛不是这个眉毛哦，睫毛上一放，就真的在上面，她就眼睛这样闭起来才会掉下来，哦，跳跳跳，那没去夹，你知道啊，没去接眉毛哦，你看啊，那个跟我们现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差太远了，没有人像皮肤这么白。不过他们很懒散，讲真的，哦，在我们护士里面，大家骂他，哎呦，不要紧啦，慢慢来啦的啦，哇，你哩，来哦，哇塞，不多啊，肥嫩啊，肥嫩哦，很高追了哈，哎，但你看不同族群，在以前是要互相杀的，当然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教育不会了哈，所以这个你看起来就还有更复杂，让你看哦，你的马斯摩托日本人调查哦，多少族群他们的 DNA。哪一些人西安北京这个已经是成为现代的实证科学了，也是实证医学，都是医学了，毋庸置疑了哈。在马祖的地方发现古文物，哦，改写什么历史，天哪，马祖文化什么了不起，就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好不好？哎，你要说台湾文化都比三国时代的孔丘仲尼都要早啊，所以老师反而有在怀疑哦，中国人是台湾人的后代，啊，你听我现在的汉文化的那个族群，只是因为它文化比较强势，在那个贫瘠的土地，因为那时候最聪明的人一定走海线嘛，有鱼的 Omega 3， 所以让你头脑好聪明啊。中国那边越过大兴安岭啊，什么哈，长白山啊，那个是靠韩国那边，还有那个越过那个西藏哦，那种就散了，你知道，三个贵都不爱了，所以他们文化水准就低啊，在里面就打杀占领别人为哈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台湾人不是哦，台湾人是一个海洋文化，来大家都会怎么样？你好，打哪里阿扁啊？哦，做个台独的领袖好不好？你把阿扁打下去，阿扁小时候被打到回家，他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样讲？哎呦，不要紧呐，你看那个音都低的有没有？不要紧呐，咱老家还都卖去了。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北京人被打回去，他妈妈爸爸看到，他妈的这玩意儿，革命有理，造反无罪，我若能跟随机，对吧？完全不同的调调。所以台湾人就是这样，太好过，所以软调，软到那个讲话都是这样，买了，摸了，没有那个高亢的音，懂不懂意思？这个就人类学，我们中山最早的一个校长蔡志礼教授，我们叫他台爹。老师在这边57年前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他叫我们解剖的。他说穿个短裤哦，啊，穿个那个吊带装哦，还个啦啊，流着一身是汗，哎，台爹嘛，因为解剖嘛，那我们一句一句的教你一下，一身是汗，他就不喜欢穿衣服。可是他不是穿很薄的啦，你看不到里面的哦。但是他就是台爹哦，啊，真的名字很像台，样子也像台爹。那个市场里面传统市场那杀猪都没有他穿的那样子随便哦。我可是那个是一个台大毕业的教授，他的 PhD 论文在日本医学博士就是用台湾的原住民的样子，哦，他的形状骨头的样子，像排湾族，他的颧骨就特别高。哦，排湾族阿妹的故乡隔壁那个排湾，你一看就是哦，这个排湾，哎，你感觉弄矿物哦，啊，这个卢凯，哦，这个是德耀泰雅族，这个是布伦布农族，脚短短的黑黑的，因为在山上这样跑。而最早来到台湾的就是原住民，他们怎么会被赶到山上？你用那个阿里山达邦乡那个周族的文化就知道，周族的博物馆里面是海标吗？海标是干嘛用？抓海鱼呢？阿里山上面怎么抓海鱼？对，老师常用这个故事说，难道他们有巡弋飞弹导航，让那个海标咻跑到台湾海峡啊，打到一只海鞍，哦，鲸鱼，然后大家下去山下，嘿咻嘿咻扛到阿里山再来分食？不可能，表示他们以前实在是在阿里山下面海边呐，只是后来他们在以前1-2万年前的时候，台风来了。像你看这种天气，你怎么知道台北在下雨？如果老师没有告诉你，你也不知道花莲是磅礴大雨。在这种形势下，没有气象报告，突然间的一个海象就把他们啪吹到哪里？吹到今天的东加王国、诺鲁共和国、巴布亚纽几内亚、纽西兰，知道吗？帛琉共和国的总统来到台湾，阿扁总统跟李秀莲副总统接见，啊，结果他们讲话不通啊，啊，英文又不好，李秀莲是哈佛大学的呢，啊，只好请原住民委员会，看起来黑黑的嘛，大家坐在一起，哎，怎么帛琉总统跟原住民委员会主委两个人就开始讲话了？啊，李秀莲又听不懂，他很嫉妒啊，哎，你们讲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那个原住民委员会说，报告副总统，我们用我们的母语在讲话，哒啦，你看，母语呢，他们的母语都一样，哦，他们的字根呐，啊，就像老师常常举个例子说，抹刀。中秋节吃抹刀，文旦抹刀什么东西？抹刀就抹刀，都叫眼睛，懂不懂意思？因为老师的医院都有，我们学校的医生会实习轮流来的时候，我会看到，哎，你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哎，你从菲律宾来的，哎，有的是原住民哦。我说，哎，你们眼睛叫什么？他说抹刀。哦，啊，那个呢？抹刀啊，那个叫抹刀。所以最重要的器官，那个名字都留在台湾。变成麻豆，麻豆的来源，哦，所以这个都是很复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妈祖是台湾的瓷器，那个曾经哦，在文化城3-5千年，比中国还早的，他们就做贸易嘛，贸易的中间就卡在那个地方被挖出来，这样很高兴，说发现史前文化，哇哩哩，台湾才多嘞，你继续挖。我妈祖很欢心啊 ，OK 了，我也同情他们了，啊，因为有一天会被中国收过去。台湾的妈妈就是平埔族，你看代表性，妈妈是最大。周杰伦唱那条歌《听妈妈的话》，你知道吗？妈妈最大，我不骗你。这以后老师会告诉你，从人类学，从 DNA， 她的脚，你看妈妈的脚是这样哦，因为所有的家务都在她管，妈妈关厨，妈妈讲一句话，爸爸拢唔敢加讲话，爸爸。只负责去照顾村庄的庄头，敌人来就打杀，哦，保护家园。他更不懂事，抽着那个烟啊，在那稀巴拉稀巴拉拔掉啊，卡都飘嘞。你不相信你们男生回家，女生都在做所有的家务煮饭，你跟爸爸两个翘二郎腿在那边看电视，不分担家务，碰一下我，这是男生的劣根性呢，啊。
哦，所以以后你要嫁先生，你要先选好那种大虾哦，不要嫁给他，不然你会做死的。我跟你讲，妈妈最大，用那个养金，哦，那养金就是背的。老师老大，我背过四个弟弟妹妹。小时候呢，用这个养金，不是那个现在那种像那个哦包包那个有两条带的，就一条这样圈起来。每次我把养金哦那个背的那个金拿下来，啊、哦，好像要飞起来，多快乐！在我们那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分摊家务哦，要扫地啦、擦地板。我们日本宿舍都要擦那个地板哦，这种事情我们都遇过。所以从很多的经验里面看到这么多的历史哦，让大家了解这个台湾。当然人怎么来？他是从青潘纪黑猩猩，黑猩猩来到这边有个断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变，然后变成断点，然后变成哦这个原住民为多的人类，跟现在文化比较高的就是。读书比较多的人类，这里面有什么说哇？这个这是 Nature 那个最好的哦医学期刊里面的一个报告哈、哦。那这个图是胡兆华教授，中医大学的农学院的教授，他是外省人来到台湾娶台湾的太太，到日本去读留学，到日本博士，回到中医大学早期的那个教授，结果他用这张农耕在研究米呀、啊，我们喜欢的米哈。哦米是后来的文化，因为米才可以哦几座嘛，可以收藏，可以保存。那以前偶尔喊几，那个马上就要吃，不然会坏掉。那他用这个米的历史去找出 DNA， 原来米来到台湾又跑到浙江，浙江的米有6000年的历史，就是胡兆华的论文啊。这个是老师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哈、哦，那他全家都是老师在看病，所以他送给老师这本中医大学特别替他。年老的时候做的这本书哈，那这个是什么？哎呀，这个不用看了，什么古代啊，哪一个中生代哦，古生代哈，你狂人家昏你。不过生物学要读这样哈，啊，就是地球岩浆，多热，里面那个热是不得了的热哈，里面的这种氧啊，因为它释放能量，砰砰出来就变成我们的高山。你们可以到台湾九一大地震的时候。在中寮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原爆点，那个那个山哦，绕最上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岩浆飙出来的地方，就一个一个小山，哦，大概一个总共有20-30个了哈、哦。老师都会常常带大家去看这个文化城，因为老师常常在上山下海去义诊嘛哈、哦，有时候安排那个地方的。当然有机会我也告诉你们什么会去哦，这个台地球只不过里面哪一个，地球好像这个是不是最小的里面之一吧？是火星，是不是这个是地球？地球，你看这么小，天啊，跟旁边跟太阳比起来，你算老几呀、啊？那、啊、地球整个形成的太阳系又算老几呀、啊？有多少千万的太阳系才变成银河系？啊，银河系又千千万万亿上的银河系才变成整个宇宙，宇宙全部往黑洞吸过去，有一天所有归于零，你没办法想象，用我们的头脑你没办法想象哈、哦，整个世界的形成。整个宇宙的形成，那都是unknown哦。当爱因斯坦的 E=mc²改变了世界 ，E=mc² 很大哉问了、啊。我今天没时间讲这个哈、哦。那这边老师给你看看说，以前呢、啊，老师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这是我的祖父，在日本时代，他已经经过文官考试，进到日本总督府，他配件，然后带那个勋章，像那个袁世凯那种肩章。哦，他是一个读汉文书，他跟日本人竞争，变成日本的公务员。哦，他们上朝的时候要配剑，所以老师小时候会偷偷去摸那把剑。哎呦，不小心摸到，真的会流血。哦，很厉害哦。那这是我的父亲老大，那我的叔叔跟我父亲差12岁。我这个叔叔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中山中国都没有老师。台大的教授整批下来中山中国教啊，我们人家问我们，我们不敢不好意思讲最后名的中山，那时候才5家嘛。现在还有什么成大啦，还有学士后啦，还有什么哦，还有太多家的医学院。哎，以前我们才5家呢。人家问你读哪里，我都说我们读台大分校，因为来的教授都台大，包括我的叔叔哦，我们也都移民来台中，老是台北人，就是因为台北那个环境哦。太多政治的迫害，所以我老爹在台湾银行，他受不了，哦，要逼你签
那个借款呢作假，他才不要，举家迁移台中哈、哦。那我的阿嬷小时候还曾经被人家绑小脚，大清帝国的时候，那嫁到我祖父这边，全部这个陋习剪掉不要，哎，他后来还脚还是比较不好，有点畸形，所以那个时候我祖父在日本总督府上班的时候，他的钱可以让他两三个月做一套西装，在日治时代哦，两三个月一套西装，那我的阿嬷要去买菜哦，传统市场，他走路不方便，要请那个抬轿的，扛着轿给他去那边指说要买什么买什么，那么好命，那么好命哦。但是那个日本战败以后就全部改变哦。总而言之的啊，那个时候我祖父他的生病，他一直不会好。我父亲也是这样，叫做气喘。那我祖父自己就跑到中药店，叫那个以前不是真的中医师啊，就是学徒出来的。他瞧不起他、欸，他自己坐在那边，来纸笔砚台拿过来，用毛笔就开始写冬龟千吉龟牛龟吉呀。嚯、啊，害那个开药的那个抓药的，那民俗医疗的，还是那时候的汉药的也那个汉药师吼、哦，弄来惊就哎呦。你来，我一上你来晓，嗯，熟读经书嘛，哦，《黄帝内经》啊，《伤寒论》那个全读，你知道吗？我才知道说，天哪，我祖父怎么那个年代，他有那个头脑，不过那个头脑遗传给我，老师可以背很多东西，背对我们来讲太容易了，哦，你只要读过啊，很快就可以记起来，所以我们医学系的同学，你们就知道你们的天赋就是很会背，哦，医学系、牙医学系。啊，跟护理学习啊，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种东西我要背解剖，有这么多东西，一块骨头就是这样抓出来，就是哇，一二十种以上的名称哦，都要背，你不背你就毕不了业。但背完了或考完试，哦，好高兴，好像要飞起来，知道？所以痛苦都丢掉，连那个记忆都丢掉，不然会死人了。哎，这个很好玩哦。那今天老师啊，给大家先看一下那个有一个片子哈、哦，就是。我们最近现代来讲、哦、有一个悲哀的历史，就是发现艾滋病有没有？哦，这个名称叫做艾滋病发现史，可以这么称呼了。艾滋病是一个很特殊的疾病，让这个世代多少时间，才不过是雷根当总统那个时候的故事，好不好？才是雷根当总统的故事，居然快把所有现代医学打垮，大家吓死，怎么有这种病？你现在 coronavirus 武汉病毒也是这样啊，我们又一次又跌倒，哦，啊，这个故事是从那个年代很多大卡司的演员，你们看到每一个演员都很熟哦，那都是非常棒的演员，他们义务来演这个片子，你看多好，你要让现代人懂得检讨。老师已经讲那么多医学史了，可是。居然在这个时代，我们还会面对这么丢脸呢、啊？在雷根的总统，离现在才几年，对不对？才三四十年，所以他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When the Band Played On》，他叫 “End” 了，是更漂亮。“End the Band Played On”， 就是说这个乐队了开始在演奏。“Played On” 是过去是说。过去怎么演，人类就这样一直演、哦哦、他这地方的字我们就不要看了，那没有用、哦、那你知道说开始的时候看到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车子去到伊波拉病毒最严重的非洲，你看他的 mark， 这台车子是 WHO 才有的世界卫生组织、哦、他的旗帜，来有没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被这个谭德赛这块秘书长把我们台湾的功劳全部要抹灭，替中国擦屁股，擦到后来被雷根总统，哎不，被川普总统大骂，要把他干掉。那个年代哦，离现在才三四十年前哦，都要戴防毒面具一样的去巡视人类一直死掉的。那个伊波拉病毒的地方、哦、在非洲、哦、从这边你就看
很无奈，你说那人多高，已经医学已经进步到三四十年前开心脏也都开始在做了，居然有一群人就一直死。那时候还没有讲到艾滋哦，艾滋是这个之后 那个是伊波拉河流域，非洲的伊波拉，这个病床已经没有病人了，非洲的小孩子。这在武汉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尸体一直烧，他们也是烧啊，不然能怎么样，太多了，烧不完的。然后他故意用这个背景，下着蒙蒙的雨，越是凄惨。你们记得武汉病毒开始那时候也是这样的，是路上随时有人说倒就倒，跟你讲的话说死就死。坏，我满在呢，医生满在呢，很多我们都不懂。不过还好，就是说火还是一个最后让它干净的方法，只是所有东西都要烧的话，那我们医疗的器具呢，你用完了听诊器，你用完了压舌板，你开刀完的器具呢，全部都烧掉，以前真的是这样哦，所以用 stainless 我的修为派哦，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用高压蒸汽高压30分钟，上磅以后30分钟就可以消气就可以了。1977年，你看才离现在多少，不是很久啊。感染性扭捏就是我们那个艾滋病最后会产生的肺炎。这应该是欧洲的语言，法文还是瑞典，我老是忘了。全世界都一样啊，你就让他去吧，不然怎么办？不懂，怎么会这样？班纳的医院是法国的。霉菌，身体有那个斑，有没有？那个斑都是他的那个卡波西萨克嘛，还有弓形鼠原虫病，那个这种都是
艾滋病最后的，现在都懂，那个时候他们不懂，只说有这么多的症状 sign 的行动。大的统领就是总统，雷根总统在发表演说，他们也在各种不同委员会去表达，听证会，他当同性恋社会的联络人，这是美国的民主讨论。雷根终于选上了总统，这个片就真的了，这个地方是真的新闻片，其他都是演员来演的，不，我倒了足水的，这片太棒了，就像川普在半个月中了也是这样，哦，那笑哎哈，哎，这是一回事，政治一回事，人还是继续在死，武汉病毒在。不管是川普中了还是另外一个中了，还是一样蔓延，我不骗你，一样。你看好奇怪哦，为什么没有 T 细胞，那时候他们有这样怀疑，讲不出理由，因为免疫系统坏掉了， T 细胞都破坏掉了，现在我们太懂啊，那个时候他们啥都不，因为没有遇过这种病嘛。这就是美国的亚特兰大 CDC 啊，疾病对策中心，哦，传染病疾病管制局，美国的卫生福利部以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哦。要申请经费，为了艾滋病就这样收起来，还有这个女记者很强势。就其实在纽约是同性恋大本营，所以特别厉害。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事啊，可是国家的你看 ，homosexual 同性恋要划掉，不然人家听到这个就先不给你钱。政权改变了，雷根是共和党，以前是民主党，所以你看，感冒呢，感冒呢是纽莫尼亚，洛杉矶是也有了。所以这些研究人员都皱眉头啊！天哪，到底什么病？他们真的也不懂。老师，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能够大一点？哦，应该要这样。你看这些医学博士哦，看到机器不管用，干脆怎么样？用踢的，踢了东西就会掉下来，表示什么？动动你的头脑。这叫做应用科学。你看，他握手也害怕哦。哦，那我手能够得到。Thanks for coming. Do you need everybody? Yeah. How's James? Warren. Don't we have a meeting in my office at 3:00? What's everybody doing here? Trying to have lunch in 4 minutes, like you. If one of those is peanut butter cookie, that is mine. Let's go. Yeah, Warren. Division of Post Factors. Okay, what we've got in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is a number of gay men who've been hit with a variety of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and really, that's all we know. I've asked Don to join us because for the last 3 years, he's been tracking hepatitis B virus in gay men, and before that, worked on the Ebola fever epidemic in Africa.
Yeah, thanks for joining us. What we've got to do is hit the phones and spread out and contact health departments in all the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s usual, so they can do a hospital-to-hospital search for cases. Are you going to shoot another epidemiology? That's it. We've got to talk to the patients, talk to the doctors who may have treated those patients, and friends, relatives. No question too stupid or too personal. Sexual relationships, too. Lifestyle stuff. Household chemical cleaning, diet. Could be a bad batch of street drugs. Pets. Yeah, and they all get the same kind of kitty litter. Don, I'm going to go to New York this afternoon to take a look at this disease. Can you